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五。我会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清醒地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眼皮慢慢地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握着眼皮，轻松地闭起来。然后我们静坐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下生命的真谛，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落在无常、苦、无我这些道理之下。我们每一天，身体一直在变化，一直在老化，眼睛本来看得很清楚，当年纪大的时候，看画面，我们就感觉模糊，耳朵。当年纪很大了，也听不太到，听不清楚，身上也出现皱纹。本来很健康，身体就出现各种病。这个就是身体的无常，我们的心也是无常。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又不喜欢，心也会感到起起伏伏。那苦的道理就是我们的身心。感到不舒服，这个就是苦。还有无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没办法控制所有的人事物，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如果能够控制，就能够控制短短的时间而已，但是我们不能控制他们不要老、不要病、不要死，连我们自己也没办法告诉自己控制自己，就表示外在的人事物。也包括我们自己，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是暂时使用它而已。到时候我们也要离开这个身体。当我们想到这些道理的时候，心会慢慢的感到厌倦，不想执着一切万物，
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十拜十拜的做。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是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十拜十拜的做。我们都没有勉强的，当我们坐下去了，就感觉能够真正的放轻松，感觉这样做是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臂麻痛。所以什么时候哪里不舒服，哪里紧绷，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因为身体的放松会对心里的宁静有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十拜十拜的，同时也可以感到清醒的觉知正念，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全身都放轻松，全身都感到十拜十拜的，毫无紧张，毫无用力。
如果我们调整身体调得恰到好处的话，我们会感觉好像自己可以穿着柔软的衣服一般。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ดีแล้ว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สูดหายใจสองสามครั้งจนทำให้เราผ่อนคลายสบายเราจะสูดหายใจยาวยาวสามครั้ง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感觉气的终点是直接到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可以排出来。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现在我们的体内感到空旷、通透、轻松。สบายรันโฮว์มันเคยสื่อจะเสียงอีเสียง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正在坐着休息，สบายสบายดีจ้าตอนนี้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感觉很轻松很自在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那里，也就是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宁静，轻松。舒服。当我们的心能够回归到身体中央点的时候，我们感觉很舒服，很想把心一直宁静，定在这里。感觉轻松里面还有更轻松，สบาย里面还有更สบาย，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
感觉好像自己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宁静、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我们只要轻轻地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那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这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普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圣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我们就观察哪个方面还没有圆满，对修功德波罗蜜有帮助的话，我们就发那个愿啊。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洒脱。我们来听鸡孤独长者的故事哈。今天是第11集啊。首先呢，有必要纠正一下，就是昨天讲到佛陀当他出家第19年啊，就有接受鸡孤独长者的供养，对吗？就是供养这个祇陀园。昨天努力这样讲，对吧？啊，出家的第19年，其实不是从29岁开始算的，而是从佛陀成道开始算。就是说，佛陀成道是35岁，对不对？啊，然后呢，再加19，才是那个时候佛陀接受祇陀园。那个时候佛陀就在大部分的时间呢，就留在这个祇陀园跟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毗舍须优婆夷供养的，就是大部分是住在这两个地方啊。然后呢，在过去佛陀的时候啊，大家知道每一尊佛有一些一样，有一些不一样。一样的是哪个部分呢？就是32大人相是一样，或者他怎么样呢？有正德这个四圣谛是一样，有转法轮经是一样，但是也有些不一样。比方说，他像这个悉达多太子，他用什么交通工具去出家？他骑马，对吗？骑马，有印象吗？他骑马去出家。但是有些佛陀呢，当他当菩萨的时候，他骑象，骑大象啊，大家，哦，很大很大。那有些呢，哦，坐在哪里？坐在王宫里面，然后整个王宫就怎么样呢？飞到可以出家的地方，哦，这么好。那你们想要用哪一种交通工具啊？哦，飞机嘛，搭飞机去出家。那今天比较讲的就是有关施主，就是男施主。我们释迦牟尼佛就是有鸡孤独长者当男施主第一，对吗？那在过去的佛陀呢，有没有这个男施主第一啊？我们来看，在过去佛维巴西佛陀毗婆，我皮的头挡住了。毗婆是佛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富翁叫做古纳帕苏米达富翁那个时候是男施主第一。他供养什么呢？就是大家看呢，用黄金铺满了这块地，这块地的面积是一游旬，就是16公里啊，大家哦，铺满了，然后就怎么样呢？买这块地，就是故事是跟鸡孤独长者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是用黄金铺，而且面积不一样。哦，大家看呢，如果把黄金铺满这个地方，连一点点缝都没有，要用多少钱呢？但是他以虔诚的心呢，来供养，就把这块地当做佛陀的寺院。还有一尊佛是悉齐佛陀，悉齐佛那个时候有悉利瓦塔富翁，我们看他供养了什么呢？哦，好像是网的样子啊，
那这个黄金来铺成网啊，面积是三卡武打。什么叫做卡武打呢？卡武打翻成中文就是牛呼，大家听得懂牛呼吗？就是牛叫的声音呢、啊。一头牛叫的声音，它的声音是远到哪里呢？你们知道吗？远到哪里？伊卡乌达就是游巡的四分之一。我这个是不是数学课啊、哦？一游巡的四分之一，一游巡是多？不，一游巡是多少？16公里，对吗？的四分之一就是4公里啊。然后呢，这里所写说三卡五打就是3×4，就是12公里，这样大家了解吗？用这个黄金呢做成网，面积就是12公里。那还有，为是普佛陀，毗舍浮浮佛，那个时候有所提亚富翁，当然是主第一，这个很特别啊，大家，他把黄金做成，大家这个像什么？这个是熊的脚印，很特别啊。把这个黄金做成熊的脚印，然后呢就摆满这块地，这块地的面积是半游旬啊。那古兰他佛陀有阿朱达富翁当做男施主第一他怎么样用一块一块的黄金就是铺满这块地，伊卡乌达。就是一牛户，就是多少？4公里。波那卡玛那佛那个时候有五卡富翁，他供养什么呢？一半卡乌达。不过你看呢，他供养的黄金很特别哦，他的造型是什么？像乌龟一样，黄金乌龟哦。然后呢，就把这个乌龟摆满这块地呀、啊，然后买来，然后拿去供养佛陀。接舍佛那个时候有苏门卡拉富翁当施主第一，他供养什么呢？也是用这个黄金的乌龟拿来摆。这里写说50帕就是50公尺，50公尺，所以呢，乘20就是1000公尺这个面积。那我们几个独掌者呢，他是用了银子拿来摆这块地，用18锅底的钱。拿来摆满这个地方，那当他拿到了这块地呢，他就跟设计师，当时的设计师呢商量，要规划这块地要盖了哪些建筑物，要盖疗房，要盖外来比丘的疗房，就是。来，这比如说客人呢，就是外来的那些比丘来听佛说法，他们有住的地方，还有莲花池、仓库，仓库也要盖。还有什么呢？当他们盖的差不多了，那个时候几孤独长者就派人要恭请佛陀跟僧团。来接受供养。那个时候当佛陀知道了，时间到了，佛陀跟僧团就要到王舍城那个地方
去安居三个月的时间，然后那佛陀去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要等后天了，不是明天，明天是星期六啊，大家，我们后天再去听啊。今晚龙屁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后天见。Thank you.